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隆重仪式，欢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弗拉基米罗维奇·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，国务委员慎怡勤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、第一副总理及五位副总理等。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，鸣礼炮21响。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，两国少年儿童向两国元首欢呼致意。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随后，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。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，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。